包好有钱人嘅，冇影晒啲钱，唔好挂住倾偈啊嘛！你饮酒啊，啲餸咧好快到噶啦，慢慢用啊！哎，两位公子点啊？今日啲餸口味点啊？几好啊！几好系嘛？咁慢慢用咯喎，今日咧会俾个八字你哋噶啦。哎，八公子嚟咗啦！欧阳公子咧等咗你好耐噶啦，嚟请请请。小西啊，福手啊！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你见我仲有手帮你噶嘛？吓，送俾我噶，多谢晒喎！啊，李公子啲字咧真系写得越嚟越好啊！一篇家喻户晓嘅《论语》咧喺你嘅笔下，简直就系脸色不同啊！刁船姑娘，客气客气。哎呀，李公子你真系太客气啦，请坐，多谢晒喎！小西啊，过嚟斟茶。白公子，点啊？你不嬲都系精通音律噶啦，咁呢排有啲咩新嘅作品呢？在下近日咁啱经过玫瑰园，深有感触，写咗劣作一首，请阿貂蝉姑娘你指正指正下。白公子仲系咁谦虚，睇过啊？点啊？哇！呢只曲咧真系作得太好啦！睇过之后咧，我好似置身于一个玫瑰园中，闻到阵阵花香，那个意境太美啦！真系，白公子啊，不如咧你唱多一段俾大家欣赏下。貂蝉姑娘有命，在下自当献丑。不过咧呢只曲咧就分为两个部分，在下一个人恐防力有不敌，要请阿貂蝉姑娘你一起合作一下。如果白公子唔嫌弃嘅，咁我咪帮你手咯。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些。未来的日子有你相处相随。画合一，灵肉相交，正正鬼正马咩？呢个客栈嚟噶，你过嚟呢度卖唱。阿九啊，你已经被人分流咗噶啦，唔该你收敛下啦。好巴闭，啱做掌柜啫嘛，廿文廿武，睇住咧，拿手唔成势咧，我重新上岗，到佢分流。太平盛世，歌舞升平啊！嘿，冇嚟啊！乜咁錯到噶？哦，本官呢次嚟，只不過係巡例檢查工作嘅啫。哦，咁我帶你啊！嗱，呢邊請。好嘅，請請。我哋呢邊請啊！哦，好嘅好嘅。貂蝉姑娘真系本事啊，间店打理得好好。咩说话啊？都系靠武大人同埋有得镇政府嘅大力支持啫。应该嘅。啊，貂蝉姑娘真系多才多艺。啱先见到你一边弹琵琶一边唱歌，哎呀，指法行云流水，歌声委婉动人，真系扰良三日啦。睇嚟武大人都行家嚟噶喎。哎呀，我已经好耐冇开声啦，音乐之事唔记得晒咯。点会啊？大人把声。中氣十足，哎，大人啊，不如咧，今日就即興同大家唱多首歌，同大家做下戲都好啊。唔得嘅，唔得嘅，就算本官肯唱啊，台下啲觀眾都未必肯聽啦。梗係唔會啦，各位客官，今日武大人一場嚟到，不如咧，我哋有請我哋嘅武大人同大家高歌一曲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几捧你场？哎呀，好啦，既然大家胜意拳拳，咁我就却之不恭啦。各位到，包厢下就围呢度。今日我为大家献上一首由孔子作词、六子琴案作曲嘅《子曰》，多谢，多谢。人是性本善良，人还是自幼性本恶。谁会好一点变坏？谁会凶恶变善良？要靠你取下决心，自神未到，因果有天报。报报报，耶！只
勿言，子若非礼不听。耶！子子一加一等于十一，二加一等于二十一，二十一，二十一。喂，有冇搞错啊？你识唔识噶？我只不过是本宫的演唱风格嚟嘅啫，继续二十一一加一，唔记得歌词。小姐，帮我舞两伴舞啊你，我哋帮你伴舞啊。啊啊啊各位，呢啲歌好有教义，一齐唱啦。只有非礼勿言，只有非礼勿听，只有非礼勿行。耶！转话，只有非礼勿听，只有非礼勿说。小姑娘，上一次真系多谢晒。哎呀，冇大人，你真系太客气啦。我一多谢你，我讲个好重要嘅消息过嚟知。哦，讲嚟听下。诶，呢个消息只系起个预警。各位，开间房嚟。啊，冇问题，麻烦你出示一下户籍表。好，得。哇，呢位客官。咁有型又靚仔，仲慈眉善目咁，一定我哋嚟噶。嚟，我幫你開房啦。真係唔好客氣噶。嚟嚟嚟，上嚟上嚟。咦？呢個人點解面善嘅？唔通係武大人嘅朋友？唔係，絕對唔係。哎呀，但係我一時真係記唔起。咁好簡單啫，嗱，武大人啊，你過嚟睇睇呢個登記簿嘅名，咁咪醒起咯。嗱，好啊，你睇下係咪呢個？曲腸，嗯，就係佢啦。係啊，我要話你知，上頭落咗緊急通知，話有大批江湖人士喺我哋有德鎮附近聚集，要我哋衙門密切留意。而呢個曲腸就係我哋要重點關注嘅對象。曲腸呢個名字都幾特別下嘅喎，咁點解要重點關注佢呢？因为他是危险分子。啊，危险分子有几危险啊，人不知几合作啊，我说你妒忌人靓仔。原谅你的无知，这个谷场有个死对头叫刘正宗，他两个人一见面就打架，被他破坏的酒楼食肆不计其数，而且他们打架不分时间地点。由于武功高强，我们衙门中人对他没办法，看来我哋有得阵有一场豪劫啊！各位有得阵嘅阵民，你哋应该感到荣幸，因为你哋即将会见到本甲子年最伟大嘅发明——全自动变频字幕显示器。西华咧，前一次你及佢嘅背脊咧，咁系辛苦啊！嗱，今次呢个显示器咧就专登为你发明噶，不如咁啊，武大人，你上去咧做一个演示啊！吓，我哋欢迎啊，武大人咧！但系呢台嘢我唔系好熟噶喎，得噶啦，话明系全自动变频啊嘛，何为全自动噶？即系全部由大人你自己动手开变频，即系根据大人你嘅需要，想唱几慢就唱几慢，想唱几快唱几快，太好啦太好啦。不过咧，我经常唔记得歌词啊，所以先至要发明呢台字幕机嘛，就系针对大人你呢种老年痴呆。下面我哋将舞台交俾我哋嘅武大人，掌声有请。多谢多谢，咁我啊却之不恭啦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几个人几个人，我唱快啲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苦压在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绝不应舍弃，我愿留你就为你。
转到个头，个头呢？依家系咩嘢嚟？依家咪发得疯机啦，个个上去就发得疯噶啦。咧嗰条僆仔啊，嗱，咪发得疯啦。呢嚿设备啊，系阿西门口发明噶，你问佢啊最清楚啦。咩事？喂，你系边个啊？突然间弹出嚟嘅？我就系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呢一部全自动变频字幕显示机嘅发明者西门口啦。阿西门兄，你嘅发明前无古人就后无来者，而且同音律有关嘅，就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籁音机啦。个名字都够晒长啦，不过奶奶声唔多好听，况且天籁咪即系天天都奶，点做生意啊？哎呀，唔使争啦。其实咧，我谂过噶啦，呢于咧就叫做山卡拉 OK。嗱，意思咧即系话，啲客人咧嚟到我哋必胜客栈度咧，就一定可以享受到最好嘅服务。就算系离乡万里之外，都可以咧好似喺屋企咁样。你哋觉得点啊？好啊，呢个名字深入浅出，寓意又高，简单易记，简单易记。咁咪用住先啦。哇，咁热闹嘅。快啲见啦！投诉客官投诉系嘛？唔该咧，俾一个户籍证我哋登记一下。刘正宗系嘛？冇错，正是林某。有咩指教啊？冇。啊，即系咁嘅，嗱，我咧有一个葡萄阿妹咧，佢成日喺我面前咧睇刘大侠你嘅名噶，今日见到你嘅真人咧有啲惊喜咁啫嗬。嗱，呢位咧就我妹嘅未来夫婿啦，佢都好崇拜你噶。我系西门口，专搞啲犀利嘅发明啊。哦，你好你好，阴劲阴劲。阿刘大侠啊，不如咁啦，你既然一场嚟到咧，我咧就开间最顶级嘅贵宾房俾你啊，价钱三折就得噶啦。咁点得啊？得嘅得嘅，嚟嚟嚟呢边请啊！你咁嘅贵宾啊，有钱都请唔到啦，嗱呢边请。好。你啲带佢到屋企嘅客房咧，一定唔可以取出嚟两个箭斗啊，知唔知啊？快啲走啦！五谷大丰盛，呢次同到得米啊，重新上岗，指日可待。貂蝉姑娘，我哋你嚟咗啦。个刘正宗住咗入嚟啊？系啊，不过咧，我已经安排佢咧住喺我哋屋企度噶啦，暂时都应该唔会同嗰个曲墙撞到嘅。咁就好啲，你记得啦，及实佢啊！哎呀，武大人，我哋已经及到好实噶啦。不过咧，我觉得咁样做咧，始终系治标不治本嘅。武大人啊，不如咧，你哋官府出面搞掂佢啊！吓，我哋？冇用噶，呢啲江湖人士根本就唔系官府将，我哋做和事佬，分分钟连我哋都打埋啊，唔得嘅。有冇人啊？姑娘，我精神上会支持你嘅，放心咁去啦。刘大侠，系咪住得唔舒服啊？舒服几舒服啦，不过咧呢度似屋企多过似客栈。啊？哦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呢度咧就叫做住家式客栈啊，系贵宾咧先住嚟呢边噶。哦，系咁啊。都是时候开饭的了。哦，吃饭是吗？得准备好了，等等下。哎，等等，我喜欢去客栈，那里人多又热闹，还有歌唱。哦，你请。好了好了。那你坐一下。好。点解佢会知道出嚟嘅？哎呀，你仲好讲啊，都系你嗰个山卡拉 OK 女士咯，唔关我事。四姨，两斤牛肉，一坛酒，即上。快啲落单啦！死啦，依家食饭时间嚟噶，有乜嘢同我曲墙撞到正啊？有计。
做咩整啲屏风喺度啊？仲赶晒啲人走，闩埋啲门窗，咩意思啊？你系大侠嚟噶嘛，身份唔同，所以咧特别尊贵啲噶。我就谂住落嚟咧，呢度人多啊，可以玩下沙卡拉屋企，够热闹，仲攞埋个琴嚟添。哎呀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，饮酒啊。系得啦得啦，唔使特别招呼我噶啦，你做你嘅嘢啦。哦，咁你慢用咯。好。啊，老板啊！啊，曲大侠啊，系咪食饭啊？哎，唔系，我嚟山卡拉屋企唱歌啊！啊，我就坐呢度啦，架撑都带埋，同我整两斤牛肉，阿静走。哦，咁好啦，你点话点好啦，稍等下。嗯，快啲啊！啊，咁搞法点得啊？搞到佢好睇个花灯，呢位兄弟，哇，拎埋乐器，应该系乐林中人啊，够唔够胆同我上去山卡拉屋企嗰度飙歌先？哼，你有资格咩？哎呀，我冇资格，我话晒都系方圆八百里飙歌之王，系咪听到飙歌之王有啲心怯咧？大我咁话咯，摆明就大你噶啦。好，我今日就唱首饮歌你听下，等你知道咩叫做飙歌之王。喂喂喂喂！曲抢哦，刘正宗，都算冤家路窄。好。今日有你冇我，有我冇你，唔系你死就我冇。嚟啊！真定，等我即刻发明一样嘢，搞掂佢两个。啊！两位大侠，咩事咁大火气啊？关你咩事？散开！唔系咁讲喎，两位咁出名，梗系关我事啦。我哋出名系啊，只不过咧，我觉得两位咧都系无谓打啦，打嚟打去都系分唔到胜负嘅。咩啊咩啊？佢面上打下就我打啦，你个牙就我先埋嘅。哎呀，好啦，唔好嘈啦，两位。哎呀，你哋咧由呢个射雕英雄咧打到龙虎斗都仲系打和，唔好话你哋自己啦，啲观众啊睇多咗都会审美疲劳啊。咁点啊？点可以分胜负啊？嗱，其实咧要分胜负就好简单嘅，正所谓咧文有文斗，武有武斗啊嘛。咁既然武斗都分唔到胜负咯，咁不如试下文斗啊。文斗？佢冇文化，我实赢硬佢啊！费事俾人讲出嚟话我虾佢啊！你真冇文化，我气都唔识争，我赢啊你啊！唔好露嘈，唔好露嘈。其实咧呢个比试好公平嘅，我见两位大侠咧都随身带住啲乐器，都应该系精于音律之人啦。不如今日就以呢个高艺做比试，咁咪分到胜负咯。好好。唔知两位大侠选咩曲目咁咧？青龙高。哇！真系估唔到咧，两位大侠咁夹噶，真系同道中人啊吓！咁比试开始啦吓，嗱，三二一，嘿！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落，只记今朝青天笑，纷纷世上潮。谁负谁胜出天知晓，江山潮烟雨遥，豪浪尽红尘俗世几多娇，苍生笑不再寂寥，豪情映出痴痴笑笑。啊！
估唔到我一生曲高和寡，居然会同你系最佳拍档。正是正是，我中华江湖咁多年，今日呢一曲真系畅快淋漓。以前啲恩恩怨怨，不如一班捞烧嚟。好，我正有此意。好啦好啦，两位大侠，一曲泯恩仇喺江湖上一定传为佳话。应该系我哋两个加埋你个靓女掌柜，三个人传为佳话。冇错。既然两位都咁夹咯，不如你哋做翻个组合，个名字就叫做达成一块啊。好啊，喂，我哋今日高歌一曲《真心英雄》，点解？好。在我心中，曾经有一个梦，要用歌声忘了所有的痛。